第二区开始拢两层种，种一空，两层种一空，脚头乌无砍未砍咩久个，哦，啊着放栽啊。平平遐水一空种一丛，伊发十枝，咱收成嘛才十枝尔。啊，若种两丛，收成就有二十枝。原本种竹笋的土地，慈济志工来种磨草，他得历经好几阶段整土、翻土、翻沟等等的作业，才有今天。要种下去要有洞啊，啊，这个没有洞怎么办？喷火枪，然后呢，用一个棍子绑着，高度一喷，哎，就一个洞。一喷就一个洞，请来专家指导，用心排除万难。因为俗称磨草的小槐花是本草饮的成分之一，志工决定先为这块地体检是否健康。今仔日若做药草，去用验到讲有农药沾移啦，或者是讲有八大重金属啦，所以咱就谨慎。所以第一件代志吼，乌砂坑的土去验，实心认证动物的排泄物，因都唔是做有机。看你们种火种不会乌鱼啦。安尼就我煮一个面霜啊。虽然平均年龄五六十岁以上，志工们不怕热，也不喊累。每株小草未来如果能做防疫尖兵，大家弯腰辛苦都值得了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戴敦仁、王长杰，屏东报道。